法国学校又弱弱放假了。咱就是说，每周除了周末，周三也放假就算了。每年上两个月课，放假二礼拜也算了。两个月的暑假当然不放过也算了。不放过任何一个世界上乱七八糟的节日也忍了。罢工放假咬咬牙也忍了。可是五月份结束两周春假后，好容易回学校上课了，上了两天后，五月八号你说庆祝二战胜利放假一天，五月九号一个什么宗教节日放假，五月十号倒是实在没理由了，不过这天是星期五，明天就周末了，干脆就一起放了吧。好在这四五天全国人民一起放假。法国，你疯了吧？